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三重的豚酱拉面这里啦。它这家拉面店对我来说是一家非常熟悉再熟悉不过的拉面店，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帮他拍过一集影片哦。就是你花最低69元就可以在里面拉面加面加到饱，不怕你吃，只怕你吃不饱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体验一下豚酱拉面它是什么样的拉面店吧。Go！ 哦，好了 ，OK 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座位上了哈。那今天我是想要吃它有一个4颗星，应该说4颗辣椒的拉面，名古屋拉面。哦，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名古屋拉面呢。我还记得之前有个妇人看我点这个拉面，我又加了很多黑胡椒，他觉得，哎呦，看来4颗星也不怎么样。结果他就被辣死了。OK， 那我们去点餐吧。哎，好的，哎，谢谢你。哦，各位，拉面上桌了。那它这上面呢，有一颗红色的肉燥球啊。它这一颗非常非常的辣，通常我会先吃第一球面啊，先适应它这个微辣还没有搅开辣度之后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搅开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喝一下汤，哦 ，OK， 我准备好了。就是这个味道哦。他们这家拉面店食材大多都是来自于他们的中央工厂，然后尤其他们这个面条也是他们自己去调制出来的，你吃下去会有一种我觉得算是蛮浓厚的鸡蛋香味啊。好，各位，第一回合吃完了，我们来加面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帮我加面。好，我要5秒面。等一下。嗯，谢谢。加面。谢谢你。各位啊，加面来了。接下来吃这种博多拉面就是要用快吃快点的节奏，好好享受博多拉面可以加面的风味。
哦。那我们继续加面吧。不好意思，请帮我加五秒面。哎、欸，麻烦你了，谢谢。那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汤头啊，它是涮大骨汤，再加上他们特制的汤酱，去调制出来拉面汤。可是目前我从我年轻吃到现在进入中年啊，它的味道都维持得一模一样。谢谢你，我们加面来了。那再加第二球之后啊，这个辣酱我们就把它拌开来。真正的大魔王现在才要开始了。这面条嚼劲，配上面体香味，那我想我再加下一球了。或者请帮我加五秒面，对，麻烦你。哇，吃到现在啊，我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发热、冒汗了。这就是这碗面的后劲。非常的强大啊，好险他这边有这种冰茶。嗯，哦，喝起来很解辣的。哦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加面加下去吧。那今天我们吃这碗拉面109元，它里面有附半颗溏心蛋，还有一些韭菜啊。对我来说，它这每一样都是它的主菜，各有它的风味啊。谢谢你。OK 啊，那这是加面来的哦，我们就把这个溏心蛋啊一起拌到面里面吧。我们吃完第四球加面哦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各位，第五球加面到了，催泪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五球加面了，它这个面吃到后面，我觉得越来越舒服了。哎，谢谢你。它的辣，它随着每次的加面变得更加的温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吃完第六球加面了。嗯，谢谢你。第七球加面到了。他这家店最大的优点就是说，在100元以内，你就可以无限的加他特制的博多拉面了。而且他这家店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这样无限加面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不好意思，请帮我加一球五秒面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你。好，各位，第八球加面来了。那我们现在第八球下去啊，它这个汤啊，已经变成跟干拌面差不多了。名古屋拉面从头吃到尾，你每加一次面都会有不一样的享受。那我们要给面店最大的肯定就是，吃面的时候速速给我就对了。各位吃完了，哦，现在我全身被这个辣的温温柔柔的，非常的舒服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人在外面了。然后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片段啊，是我后面在补拍的，那这点就请各位见谅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说说我们吃豚酱的想法跟心得好了啦。豚酱拉面，我当初人生中第一次吃到是在台中大甲那边吃到的，我是觉得说，哦，天哪，怎么有这么神的拉面店？再后来啊，我才发现原来它是一间连锁店，从南部一路往北发迹的拉面店呢。那各位不知道你们有吃过啊？有吃过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今天吃的名古屋台湾拉面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当初他们拉面师傅来台湾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吃到一个东西叫做
蛋仔面。然后那个老板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有特色啊？他将那个肉燥带回去改良，做成辛辣的风味，并且提供给他的员工当员工餐。可是谁知道他的员工吃到这个辣肉燥之后为之疯狂，甚至他们也提供给熟客吃吃看，体验一下，连顾客都赞不绝口。结果那个辣肉燥就一气爆红了。但是各位啊，你如果没有吃辣的话，想吃的话请小心呢。只不过他这个辣对我来说就是凉凉的啦，甚至把汤都喝光光都没问题的。然后也欢迎各位推荐你喜爱的拉面店，让各位看到你喜欢的拉面店是什么样子。那看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频道，成为边缘的美食家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